已经有两三个人说要看第五名，那我们就先看第五名好了。好，第五名我就要把它拉高一点。来，有点紧张喽，噔噔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看到了吗？这是王道银行的白蓝毛款。其实今天在这个我们粉丝页的留言里面，也有人讲到哈，说哎，这个就是白蓝毛款，他觉得是第一名。对，那为什么他是第五名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的得票率哦，其实第五名跟第四名的得票率是一样哦，他们的得票率都是19票，就是说。这391个人里面呢，一共有19个人去投，说，哎，王道银行的白蓝毛款是非常好看的，它的得票率是 4.86%， 其实也蛮高的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说，哎，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这张选择白蓝毛款嘛？对，因为我这个有点矮，所以我就想用手拿的。好啦，爱白蓝猫，白蓝猫就是可爱，白蓝猫可爱，白蓝猫迷，纯粹超爱白蓝猫，感觉优惠回馈很多实用。这句话我有看错吗？它的优惠其实，在经营度已经缩水了，而且你没有存钱，没有存3万到5万，在王道银行，它其实回馈率都不高，所以请大家就是要去看仔细条款，然后再来使用，因为它去年是它去年的回馈是国内哇1.5%是不是啊？海外2.3%吧，其实都算很高哦。但是今年因为他们的钱已经烧完了，所以说就只剩下就是所谓的回馈率就变得比较差哦。所以我们有没有人是就是有办那个所谓白蓝猫这张卡片？就是真的是蛮可爱的啦，对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图文作家真的很厉害哦，他现在就是可以在外面办展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说出一些周边商品，甚至我在家乐福都还有看到就是白蓝猫的饼干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卖的真的还70-80块都还蛮贵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哦，你真的是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之后是可以开工作室，然后就是出脸跟卡什么的，真的就还蛮厉害的，我就是很羡慕这样的人，希望自己以后也可以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我觉得王道银行去找他们，还要找那个。波卡啊，波卡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猫啊，很可爱。就是这次有两张这样子，两张跟猫就是联名的这个卡片都很棒。但是王道的话，他我觉得他比较不友善的一点就是说，你如果要换卡面的话，他要跟你收150块钱，而且早期他有所谓的就是减免方案，但是现在都没有了。所以说你要换卡面，优惠都一样，你要换卡面就是很花钱，我就不想换。